好漂亮。来，这个报告我要特别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花木兰的班长曹维斌。那曹班长是从62年左右就到这边，已经到护理40年了，就要他7月15号退休。是是是，可以吗？我就特别介绍他，他家人今天是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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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今天可以跟你一起拍照吗？哈哈哈哈哈。谢谢你们的特殊造型。谢谢，对，敬请坐。看这边，好，你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